看着杨子身穿黑色丝绒西装，笔直的双腿，优雅的气质，淡定的眼神，惬意的表情，性感的身材，又酷又飒的气场，现身在某活动现场，秒变霸气女总裁。努力搞事业的杨子越来越有魅力感，也越来越有霸道总裁的气场。第一次看到杨子这身穿搭，简直不敢让人相信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杨子吗？怎么能这么好看？这身材和气质堪称一绝，让网友看了直呼老婆好美。就杨子的身材和气质备受关注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她越来越好看了。事实上，杨子的美丽不仅仅是因为外表，更是源于她内在的努力和坚持。杨子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女演员，她在演艺事业上不断挑战自我，不断进步。她不仅演技精湛，也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气质和气场。最近她的气场更加强大，给人一种又酷又飒霸道女总裁的感觉，让人无法忽视她的美貌。杨子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，她的努力和付出是值得肯定的。她不仅在演戏上不断突破，也在形象塑造上下了不少功夫。她现在的气质和气场是她在不断努力和锤炼中逐渐形成的。杨子作为90后女演员的代表人物，杨子的实力和形象都备受认可。她不仅演技出色，更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年轻女性，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。她的成功告诉我们，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就能在事业和形象上取得成功。杨子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欢，这是她努力得来的结果。她用一个又一个角色塑造，才换来了如今的观众缘。曾经有人说她不够漂亮，就这长相不适合做演员，可她却相信努力终究会证明一切。她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所有人，她不仅演技好，颜值还一直在线，没有辜负一直喜欢她的观众和粉丝。杨子直播。